加入那个是好点，不是河北比加入的好点。
你得给他三个币。农村的很多城市都是耕地，那一个人才三个币，在农村。我们那是八分。八分好像都不起一百，然后每家都一个一个砍了好多，万一家二个人砍了好几个。要是十五八分的，前几年十五八分的，那是个多一点的规模的一个企业，然后一个人能达到一个多亿。像现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项目，我先去给你们看，想好的单挺漂亮的。这就相当于一个项目，这个属于一个项目，像这种没有办法的。那隔着这个也可以，这方面先不要。生态环境保全就不是好，因为中国是一直都是把保全是越做越大。因为保护比不是还要大。对，确实比不是大。但是这个也不一样，不是要不是沾这个消费的光，它社会的光，它更不保护。对，都是城管的管啊，就是。反正就整个就现在外来人口超过100人，食物了，米饭、炒菜，食物一半了。啊，盒饭食物了，米饭、炒菜。